谢麦德，谢夜班小司机，飞机，谢麦德的火箭，谢最爱沈姐姐的超级火箭，你就不要想起我。谢谢大家的办卡加入我的粉丝团。那些快乐都难得美好，你真的有办法舍得不要？才刚成真的美梦，转眼就幻灭破掉。祝福你真的可以睡得好。超级火箭，谢麦德的蘑菇军团。他说：“我看到一个弹幕说，作为蘑菇，我感觉很，很什么？作为一个蘑菇，我感觉很荣幸，我感觉很骄傲。我有什么值得让你骄傲的呀？真的吗？你这样说，我好感动啊！谢盗墓暗系的飞机。”有阿雕了，谢冯提莫的小迷弟。真的吗？哇，我的理想就是有一天你们能够大声的说出，哎，我喜欢冯提莫呀。就是能够让你们骄傲，那我觉得太开心了。但是我觉得这个理想，这个愿望，那还是隔得太远了。我们一起努力嘛，是吧？虽然不知道能不能达到，但是再往那个方向前进和努力，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最重要的。过程也很美好，是吧？也让我们都在成长，一路过来。是吗？你们可以在外人面前这样说吗？啊？妈，我喜欢冯提莫。爸，我喜欢冯提莫。打字，哼，我也会啊。天哪，那我太开心了，那我会是吧更努力的做好自己，让你们觉得喜欢，对了，那就心满意足了。现在我觉得我还不足以你们那么喜欢我，就是没有能够让你们说出去感觉到很骄傲的感觉。
什么？扎心了，扎心了。会努力的。你别可爱就行了，为什么不能可爱啊？哦，你可爱就行了。别加了，别加了啊！不加，不加，不加，不加！唱阿刁。我感觉我唱高不上去，我还吃了零食。嗯，缝什么墨？缝什么墨？嗯，完了，什么完了？快点进餐，我的外卖要到了。我的水果要到了，阿刁住在西藏的某个地方，秃鹫一样栖息在山顶上。我们聊着过往，谢飞翔。总把自己打扮得像男孩子一样，可比格桑还顽强。阿刁，虚伪的人有千百种相，你何时下山？记得带上卓玛刀，灰色屋檐下凹陷的脸颊，你很少说话，简单的回答，明天在哪里，谁会在意你，即使倒在路上，接受放逐自由，就像风一样吹过坎坷不平的路途，慢慢的脚步婆娑，慢慢的足迹斑驳，或者连一丝痕迹都不留在这里，可我还是不会因为途中放弃希望，受过的伤长成疤开出无比美丽的花，受过的伤长成疤开出无比美丽的花，受过的伤长成疤开出无比美丽的花。阿刁，明天是否能吃顿饱饭，你已习惯孤独是一种信仰，是世界的人啊，没必要在乎真相。命运多舛，痴迷淡然，挥别了青春，数不尽的车站，该平凡却不敢平凡的溃败。你是阿刁。
是一棵树，你永远都不会哭。我高上去了吗？没有吧，我好像有点拉。谢谢 Charles， 谢谢秦皇的蘑菇火箭，谢中了 Timo 的毒，无药可救。刚刚去了吗？我没有气儿了，后来没气儿了，尴尬得很。我等会儿，等会儿再唱一次吧，就可能嗓子没有太开，然后气儿也不太够。前面我没有吸足气儿，好烦。上去了，哎呀，但是也很不满意。没有上去，没气儿了，没气儿了，没顶上去，这个不算上去。下次。等等等等啊 ！Thank you。好了，我们要封盘了啊，嘿嘿。我点的是什么呢？当当当当当当当。哦哦哦哦哦！呜呼，点的是水果，不好意思哦。谢那些年的飞机。我点好点了这个。好冰啊，怎么170万啊？你们怎么知道发财了呀？你们怎么知道的呀？我真的是不懂。谢冰咖啡，刚刚有广播，这啥广播啊？你们要吃砂糖橘吗？我要重新开一个竞猜了，这个竞猜呢是我真的自己也不知道。我们想一下，先提交60分钟吧。热门了什么鬼？还有热门呢？啥意思？现在就是赢了很多鱼丸，还上热门？发纸了，发纸，快点，快点，快点！我喜欢吃橘子，给我买点吧。哇，这还能这样啊？送我上热门，还可以这样的，好厉害呀！那我还就是多亏了哟。那你们多赢点，以后都送我上热门呀。先换上琉璃。这么溜，那你们多赢点，还可以送我上热门。我唱个有何不可了，好吗？大家
好，我是 Timo， 这是我即将唱的一张独创专辑子里面的推荐曲目，词曲编曲都是我自己，希望这首歌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带给大家一种温暖的感觉。天空好像下雨，我好想住你隔壁，傻站在你家楼下抬起头数雨，如果场景里出现一架钢琴啊，哦哦，刘局刘局，我开错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水果那个我开错了，好了现在好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的错，我留职了留职了，我开重复了，因为那个已经有答案了。小伙伴是很把这个赌局啊当成一回事的，是吧？就是公平、公正、公开，所以我现在先为我刚刚开错给你们道个歉啊，原谅不？嗯，原谅不喽？谢谢上单 Timo 的飞机，谢谢大家的办卡。我还是唱一场游戏一场梦吧，毕竟这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希望大家呢不要沉迷于赌博，好吧？不要沉迷于那个竞猜，但是呢小。小竞猜怡情了，这个猜一猜也蛮好玩的，嗯，不原谅那就随便你，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谈什么锋利，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不要说愿不愿意，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那只是昨夜当一场游戏，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虽然你影子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啊，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此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全部压我唱歌了，没意思，胆子太小了你们，嗯嗯。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虽然你影子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啊，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此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
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此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我问你们问题，我把这句留局了好不好，余文还给你们，我重新开一个竞猜好吗，我重新开一个竞猜，因为这个太没有难度了，大家一边倒了，那这个竞猜我觉得没有什么存在的意义，你们觉得呢？可以吧，留局，留局的话，这样的话鱼丸就还给你们了，你们不然你们也赢不到鱼丸。谢玄静墨镜。我爬山坡，爬到了山顶，我想唱歌，歌声飘给我妹妹听啊，听到我歌声的笑呵呵。春天里那个百花鲜，我和那妹妹呀把手牵，又到了山我出两个，走一遍啊，我出两个，你们说还有什么好处的呢，就是比较难猜一点。我出了一个，唱一首歌还是唱两首或以上这样的，对，因为它只能有两个选项嘛。谢谢大家的棒棒的抱一抱。还有一个是什么呢，那个礼物很简单，看的我都说过了。唱的什么歌？这个不，这个不行。多久播？10点钟啊，10点钟我们可以看。想唱歌，歌声飘给我妹妹听啊，听到我歌声的笑呵呵。春天里那个百花鲜，这样吧，这样题目我在天天向上唱的歌，第一个选项是片段，第二个选项是完整，完整，你懂吧，懂不懂什么意思，这两个选项吧，好不好，就这两个，嘻嘻，这个就难猜了吧。我心里头没你是啷个哩个噜，妹妹她不说话只看着我来笑，我的大花轿。可以，你们别剧透，也别就是也别再乱说啊，让大家自己猜，这本来就是猜着玩嘛。好了，发起了，发起了，大家可以开始竞猜了。祝你们多多赢鱼丸啊，谢特姆810的棒棒的。一看这个就不是一边倒了，真开心啊，真开心，我就想看到不是一边倒的这个局势。好吧好吧好吧，嘿嘿，唱123我爱你，提莫送你一张好人卡吧，怎么鬼，像我的道哥朋友情深深雨蒙蒙，你们唱一下这次要上传的歌，我应该今天会唱我网易云要上传的歌，但是呢我不告诉你们是什么。没看到竞猜？不会吧，看到啦，有的呀，有的有的，刷新一下或者重进一下就看到了。唱什么歌啊，你们想要，哎好紧张哦，还有半个小时了，紧张，我的梦，
我先点开始表演了啊，但是不代表我现在唱的就是唱个忽然之间，我就唱一首开心的歌吧，好不好？谢谢大家的甭提莫棒棒哒，唱个这个，这个应该是要下播的时候唱的，我觉得是吧？像想你的365天，不是之前就是我们直播间的下播歌曲。谢谢小柯基，谢谢石头，谢谢7538的办卡，还有游侠。我们之间那个伴奏，我来问一下。7373 V 等的飞机，谢谢 Echo Last。大脸猫，哦，是大脸猫改名字了呀。入梦。说唱我是真的不行哦，那我就唱那个可以唱的那部分，说唱的话你们就别让我说唱了，好吧？星空下的听魔蟹就爱听听，有天我睡醒看到我的身边没有你，在我的右边是你曾经喜欢的玩具，当我站起身来在房间里寻找你留下的只有带着你味道的一封信，就在昨天还一起看我们的照片，可现在让我感觉像烂剧里的主演，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边，是不是老天没能看到对你的疯癫，还想着闯荡你的宇宙，但现在已经被我掏空，你让我整个人都冰冻，还怎么再次为你心动， Wake up me 不是你的意愿，离开我开始新的起点，可能我还会对你依恋，谁让你曾经让我疯癫疯癫，那也是过去的画面，看完后的几天我猜你也不会出现，我会想这几年就像是要命的病变，你可能听不见来自他对你的挂念，可能会有点累，觉得对不对，这是第几次在为你宿醉，没了我肩膀你在谁身旁，买的礼物都变了灰，曾经我多想把你变漂亮，看着别人羡慕你的模样，没关系有小熊陪着你看月亮，我已经看到你断电的过程，但我假装看不见，是不是变得像个厉鬼才能进入你的世界，为什么不说再见，我猜你应该不小心忘记，都无所谓也有点累，有天我睡醒看到我的身边没有你，在我的右边是你曾经喜欢的玩具，可当我站起身来在房间里寻找你留下的只有带着你味道的一封信，就在昨天还一起看我们的照片，可现在我感觉像烂剧里的主演，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边，是不是老天没能看到对你的疯癫，
不能停止啊，这些年我对你的疯癫，还会带上那条围巾吗？在每一个寒风刺骨的冬天，还有每次送你在回家的路上，不经意间触碰你的手，穿裙子眨眼睛望着我，让那些让我心动的瞬间，十字路口始终有你身上的气味，车水马龙过后的路灯下的身影又会是谁？可我真的喜欢你，但欲言又闭嘴。那时荒唐的男孩又浑浊了几岁。有天我睡醒，看到我的身边没有你，在我的右边是你曾经喜欢的玩具。可当我站起身来，在房间里寻找你，留下的只有带着你味道的一封信。就在昨天还一起看我们的照片，可现在让我感觉像烂剧里的主演。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边？是不是老天没能看到对你的疯癫？怎么啦？谢谢钻石姐姐的超级火箭。怎么飞信了？我这里怎么看不到了？噔噔噔噔噔噔，完了，怎么了？哎，还半个小时，好紧张。给我，给我吗？还是给他自己啊？我被安排了。在意外人该相遇，有同样的默契，是多么不容易。我要吃橘子。你懂得我的固执，我懂你脾气，两颗心在靠近，等不及，这是我的心机。我被安排了吗？我爱上你的时机，浪漫已经准备就绪。明明白白的，多幸运在最美的年纪遇见你，没有遗憾和可惜，抱紧你用尽全部力气，不让幸福逃离。什么意思？我自己难道也可以赌鱼丸的？我自己不可以进财，只有你们。谁还想被安排的？来举手，谁想被安排一下？哎，今天我听到一个叫雪人，因为这两天啊，就是飘小雪了，但是今天又没有下雪了，就昨天夜里你知道吗，特别特别小的雪，哇，我觉得好好看啊。然后外面的房子，就上海外面的房子顶上都会有白白的一层，但是今天不下了。我很喜欢那种就是下的很大的雪花，就是感觉啊，银雪飘扬，然后走在那个飘着的雪中，我感觉好舒服。因为我是冬天出生的嘛，我可能就是比较喜欢冬天下雪的样子，而且我是南方的孩子，就没有怎么见过雪，特别喜欢雪天。嗯，希望能够下个大雪，能够看到一场大雪，在雪地里打滚。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争取能在冬天过去的时候能够在雪地里面直播一下，就是能够直播里面看到雪，唱个雪人，然后堆个雪人给你们，堆一个蘑菇。好了，雪已经积得那么深。Merry Christmas to you， 我深爱的人。好了，整个冬天在你家门。Are you
我痴痴痴痴的等。写离子。雪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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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出你我的缘分。我的爱因你而生，你的手摸出我的心疼。雪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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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天空静静缤纷。眼看春天就要来了，而我也将不再生存。我感觉这个盘有好多人要输哎，你们太把我想得太哎，算了，不说，不多说。好冷，雪已经积得那么深。Merry Christmas to you， 我深爱的人。好冷，整个冬天在你家门。Are you my snowman？ 我痴痴痴痴的等。雪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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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出你我的缘分。我的爱因你而生，你的手摸出我的心疼。雪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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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天空静静缤纷。眼看春天就要来了，而我也将不再生存。我也好想当个雪人。雪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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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出你我的缘分。因你而生，你的手摸出我的心疼。雪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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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天空静静缤纷。眼看春天就要来了，而我也将不再生存。谢纪维虾，谢岁月，谢梨子。因为我觉得雪人是纯白无瑕的，然后就是特别的纯粹，然后就立在那里，很安静，知道吧？看着很舒服。我以前在我家天楼上堆过雪人，因为重庆好像你知道吧，重庆是不经常下雪的，就是下雪是很罕见的。谢李子，谢大家的办卡，谢谢大家的礼物。然后呢，我记得是在高中的时候下了一场雪，哇，那个时候我们重庆万州居然下雪了，太难得了，一般就是在山上才会下雪的，就是专门要开车开去山上才能看得到雪，结果市区里面也下雪了，哇，我们就超兴奋，然后每天回家就像见到了什么稀奇一样，然后就在房间楼上跟我妹妹还有爸他们就堆雪人，能够堆起来雪人哦，你想是多么的，那个雪还是蛮大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是用的就是那个绿茶的盖子做的雪人的眼睛，哎，不是绿茶的盖子做的雪人的嘴巴吧，然后有一个红色的小帽子，还有一根胡萝卜，就是做的鼻子吧。眼睛好像是用的那个什么，哎，眼睛我是用的一个桂圆还是一个龙眼的那个籽儿做的眼睛，就很兴奋啊，就特别想看到雪。然后还有两个树枝插在那个雪人的身上，就是他的手，还给他戴了手套，跟
谁？在我家天楼，跟我爸还有我妹啊。基本上那个是我见到的第二场还是第一场大雪了吧，我忘了。真的很想就是在雪地里直播一次，哎，借我不要面子的弟弟。胡萝卜做鼻子吗？啊，我忘了，那对啊，就是胡萝卜做鼻子呀。你娇喘会好听的。本直播间是绿色直播间，不娇喘，只怒吼。谢小驴子的飞机。大驴子，这是你的谁？在雪地里看不见我，为什么呀？我把自己给埋起来呀、啊！我本来是想去哈尔，之前就一直想说想去哈尔滨直播，但后来发现他们好多人说，就是现在不是说手机会被冻住吗？冻关机，你们知道这个新闻吧？好像长江以北，还是就是反正以北有一个县，基本上手机都是冬天出门是会冻关机的，所以我就想，我如果就是长途跋涉去到了哈尔滨，然后结果根本就直播不了，那我去真的是不是太浪费时间了。嗯，对啊，手机会动关机啊，你们不是就是微博看吗？还有一张地图，那个地图它像画面上面是灰色的，就是说能够动关机的，然后长江以北就可以了，就全是动，就手机都给动关机了，根本开不了机，你知道吗？太可怕了。谢柯南，谢小王，谢莲藕私心裂肺的飞机。草莓洗过了没？没有。但是好甜啊。你们怎么这么细心啊，我没有洗草莓就被发现了。我吃水果基本上不怎么洗，怎么办？我不吃不吃，等会下播了我去洗好吧。他这样装着的，他没有洗过吗？所以我每次吃水果，草莓、葡萄之类，我都会拉肚子。真的，那你要注意了。啊，农药吗？现在还会打农药？我不知道，草莓应该不会有虫吧？像我们之前就是有很多农家乐你知道吗，就是近郊的地方，在万州，然后有近郊的地方有很多就是草莓的棚子，然后就是我们会经常就是跟家人或者朋友一起去那个摘草莓，他那个就是直接摘来可以吃，不用洗的呀，就是边吃边摘，你们应该也有这种地方吧。那它这个是什么原理呢？为什么可以不用洗呢？你们那里没有这种吗？农家乐它就是自己采摘。我大概吃两斤然后买一斤这样。没了，吃不了那么多了，就是边摘边吃，它会让你吃。没有吗？有的。那个好像就是用肥料，那个不是用那些东西，不是用化学的那些农药，那个是用天然的肥料。哎，不过我很喜欢闻农村农家的那种味道，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变态啊，
这是不是特殊的癖好啊？我小时候去我那个奶奶，这个叫奶奶的那个亲戚，这个叫什么？奶奶的祖奶祖奶奶，奶奶的妈妈，我应该怎么叫来？祖母，对，那边玩耍嘛，在农村。然后我就很跟很多小孩子，我特别喜欢，因为有很多猪啊、牛啊、羊啊，你知道吗？养了很多，他们都是养在外，养在那个房屋子外面的。我特别喜欢闻那个粪便的味道，不是人的啊，我喜欢闻那个牛，我觉得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啊哈，就是牛和羊啊。你们不会这样想吗？你们没闻过啊？你们没有这种？不是，我跟你们说是那样的，因为你们知不知道？我看你们就是哎，文化低。我跟你们这样说，你们就不会。不会亲自去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们先去农村试一试，然后那个牛粪是不臭的，它是香的，因为它吃的都是草，你知道吗？而且它牛粪干了之后，它是可以拿来当柴火烧的，就节约了资源，就不用去砍柴了，就是回收利用资源利用，你懂吗？你们根本就不懂啊！你看，这是没有在农村待过的孩子。啊，我们是不一样啊，我们不一样，哎呀！但是那个味道真的是没有什么不好闻的啦，我觉得就是一种泥土，然后带着一些草香的味道，混合着一种味道，那个真不臭。对，就是牛粪干了，它是可以拿来当柴火烧的。对对对，牛粪加泥巴和起来，然后就是可以，然后是贴在那个墙上。我都知道，就贴在那个墙上，然后等牛粪干了，然后把它拿下来，可以去烧。你们不信的话，过年过节是吧？应该要回农村的吧？可以去试试嘛，可以去闻一下，检验一下我说的是不对的，我不骗人的。泥土的芬芳，我特别喜欢农村泥土的芬芳，我超级喜欢那种，还有炊烟袅袅那种，就那种柴火烧柴火的感觉，还有就是泥土加上雾的那种，就是早上起床，因为一般农村它都起得特别早的，然后一般公鸡叫都是三四点钟就叫了，然后叫完之后大概五点钟天还没亮，那个时候然后出去那个空气太好闻了。就是混合着泥土的那种芳香，然后加上一种露珠的那种味道，加上雾的那种味道，好好闻呢、啊。没有牛，那可能是你去的不是我去的农村吧？有的，还有猪。我小时候，对，在我祖母家还看到过好多小猪崽儿，生小猪崽儿，就是母猪生小猪崽儿，哇，好可爱呀、啊！就我觉得什么动物小时候都那么可爱的，又白又胖又可爱，就是那样，太可爱了。然后那个一窝生十几个吧，我都想去抱抱了。但是那些小猪，它虽然那么小，但是它也活蹦乱跳的，而且有小猪很多还没有睁开眼睛，就是那样的，你知道吗？好多刚生下来的那些小动物还是这么没有睁开眼的，特别可爱。我就想去抱它，但是它们也是、就是会动，会挣脱，只要它们的妈妈。而且我还怕那个母猪来拱我，因为如果我去抱它的孩子，抱小猪猪的话，那它肯定会不愿意嘛。母亲都是这样，真的很可爱的。哎，劝你们什么时候也要去农村，从农村。是吧？有好多城市里面看不到的美丽。
这是三水。这糖果拉的棒棒的。只能见到杀猪，如果过年的话应该就是真的，如果过年回农村那真的就是杀猪杀鸡。不不不，你们想错了，你看你们就真的是没有回过农村吧。过年一般都是提前就把猪啊那些动物杀好啦，不可能等到过年回去才杀的。马上十点了，好紧张，倒计时十分钟哎，嘿嘿，谢谢杀手子弹的飞机。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待在农村的时间比较多，一般就提前，我跟你说这些年货都是提前准备好的，还有腊肉他们提前都提前几个月腌制的，并不是说过年了才回去才杀猪，不是这样的好吧。大年三十要杀、哦、我特别喜欢吃那个灌的那个香肠，好好吃，自己家灌的。我上大学的时候我都还叫我奶奶给我寄一些，我说拿到我的，我拿到学校 我寝室里面，我要给室友分享，就是我说我家的香肠最好吃，因为他们也是都会每家都会灌一些香肠嘛，比如说广味香肠，香辣味的。我说哇，我那个外婆家灌的那真是独一无二的味道，那个真的好吃。然后就拿到寝室用那个小锅来煮那个香肠，然后给大家切了分享，他们就说哇好好吃，我就感觉啊好骄傲。腊肠，对，南方是腊肠，那你们北方的话呢？这些年货是什么？因为要过年了，我也喜欢吃广式的，超好吃，我超爱广式香肠的，好吧，香辣味我也喜欢。广式香肠呢，我是可以不下饭吃的，辣辣的那种，我一定要下饭。好饿啊，我要点外卖了，我要点广式腊肠饭。你们又在勾起了我的食欲。哎，等等，我刚好又说了牛粪。我怎么感觉我跨度这么大呀，说了牛粪，然后说腊肠，然后说想吃东西。你汪汪汪的飞机，就想到那个味道很好吃啊。红肠还可以，但是我还好吧，它那个肉是弄压缩了的那种肉吗？跟那个我们那边灌的那种肉是不一样的。重庆四川那边应该都知道，还有广式那种肉，它就是实打实的那种肉啊，跟红肠跟火腿肠有点像的。火腿肠那个肉不是已经经过处理了吗？自己存在在你之外。广式腊肠牛粪饭，你妹，你们这人怎么这样啊，我要屏蔽你们。牛粪我反正没吃过，你们吃过什么味道吗？我不想尝试哦。我很喜欢吃广式的一些小点心啊，广式的烧腊超好吃。你会煮饭吗？每次都是外卖。那我在直播啊，我不叫外卖，那我是不是我说哎，你们等我两个小时，我去煮饭，然后回来是不是然后再继续吃啊？你们就看两个小时的椅子，你们愿意吗？这样啊，我会做饭啊，就时间有点冲突嘛，我在直播啊。又没有两个我又不是猴子，真是的。